岛美综合报道，53岁知名主持人吴旦于两年前淡出演艺圈，手头仅剩广播节目《幸福好时光》，卸下明星光环的他目前到上海攻读人生第三个硕士。提到入行20年的主持生涯，感叹说，娱乐在台湾已经是夕阳工业，身边到底还有多少人在看电视？据联合报报道，吴旦如何谢振武合作，今晚谁当家时，曾创造大嫂团奇迹，光靠电视主持每月就获破百莫酬劳，近年演艺圈荣景不在，酬劳被砍还要置入广告，他索性求去，坦言电视圈是这样，做的再多都是赚中点费，我已经不需要那些单纯为了谋生而过生活。看见浮云的他表示，在节目的访问对象都是同一批人，同一个艺人的故事都重复说八遍，说到他都会背了，直呼如今平台已经转移，娱乐在台湾已经是夕阳工业，身边到底还有多少人在看电视？决定重拾书本，赴上海中欧商学院念 EMBA， 未来还想考中医执照。如今荧光目前的生活只剩回忆，吴旦如逐渐淡出演艺圈，翻社自吴旦如脸书，吴旦不如看台湾娱乐已是夕阳产业，翻社自吴旦如脸书，吴旦如目前在上海念 EMBA， 翻社自吴旦如脸书。